广味腊肠不要老蒸着吃了，试试炒荷兰豆吧。我觉得炒出来的腊肠比蒸出来的更香。自己做的腊肠切片，不会做腊肠的我的主页有教程。锅内少油，下切好的腊肠，小火慢炸，炸出油脂，盛出备用，不用洗锅。下荷兰豆，炒变色后，放盐和生抽，翻炒均匀下炒好的腊肠，再翻炒个5、6、7、8下，满屋飘香就可以吃了。你有没有被馋哭呢？